贫穷芭比的生活很难。好吧，看看有什么。哦，天啊，芭比呢？另一个世界。啊？你受伤了吗 ？Thank you。这是哪里？欢迎。我们帮你， yeah, mm-hmm. 别担心。准备好改造了吗 ？Yes。洗脸。Woo。梳理头发。可爱的丝带。芭比会选哪个颜色呢？粉红色。脱掉旧衣服，丝带，装饰下摆，做围裙，试穿，优雅的新外观。Oh my gosh！ 那是独角兽吗？彩虹鬃毛，芭比，哦，他在那里。带我去探索王国吧。不，哦不，我来救你。好可怕，他很凶的。谢谢你，还好王子在附近。材料到了，牙签，一点粘土，一半一半，包裹泡沫纸，皇家蝴蝶结，一张求婚纸条，这是给某人的惊喜。芭比在照顾独角兽，我给你梳毛，吃胡萝卜吧。Yummy。芭比，去散步吗？好呀。不要偷看，快看惊喜！哇、wow ，这里真漂亮。还有呢，出来吧。你的鲜花，小姐。哇哦，好多种。还有最重要的礼物。Oh my gosh！ 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Yes！ 我太高兴了。我也是，令人感动的爱情。缎面衬裙，就发呆。蝴蝶紧身胸衣，前面有水钻，拉紧。去掉这个，连接。公主的完美礼服。王子在等待他的新娘。他来了，芭比真漂亮。亲爱的，我在做梦吗？没有。我太高兴了，我也是。你们愿意成为夫妻，永远相爱吗 ？Yes。Yes。美好的时刻，开始度蜜月了。这对夫妇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。彩色棍子，组装框架，热胶图案，上色，闪亮的背景，拉比卡布拉，两个皇冠，这是谁的呢？这个人是谁？应该就在这里。晚上好。谁来了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是芭比，帮帮我。Please。请坐，亲爱的。说吧。我想要一个孩子。Yes。简单。魔法尘埃。变变变。肚子变大了，留着这个相框。一、二，谢谢，太神奇了。亲爱的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亲爱的，太好了。
他们就要当父母了。宝贝，我们需要你。浅色头发，试穿上衣，缝裙子，装饰水钻。这是姐姐，美丽的双胞胎。哦，孩子们，今天在花园里工作，修剪灌木丛，给植物浇水，喂马。哦，我的肚子，哦，不行，我们带你去皇宫。不要偷看哦，好紧张。结束了，芭比有两个宝宝，起什么名字呢？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我的小可爱，恭喜，欢迎小公主们。拿一个容器，用刷子上色。瑞瑞，你能帮忙吗？金塔，柔软的床垫，小绒球，游乐区准备好了。王子坐在宝座上，亲爱的，你能看着他们吗？我有点事儿。我，孩子们，嘿，别动，你们要去哪？小心，过来。你也是。来人，我需要一个围栏。好的，殿下。过来，宝贝们。还有小绒球。有婴儿围栏好多了，安全了。拿灯，打个洞，盖上盘子，使用画笔切一个环。轮子准备好了，窗帘，金色装饰，系上缰绳。公主们的马车准备好了，父母在休息。女仆照顾孩子们，城堡对孩子们来说太小了。爸爸，妈妈，去外面，去外面。来人，是的，带孩子们出去吧，去公园。公主的私人马车，小姐，舒服吗？是的，耶！好好玩，小姐妹们喜欢坐马车。准备肥皂盘、热胶装饰、装饰浴缸、重新粉刷。真优雅，该洗澡了。哦不，卡住了。哦，泥巴。哦哦，需要洗澡了，赶紧去帮忙。走吧，亲爱的，快去城堡。浴缸准备好了，我们帮你洗。来吧，装满水。烫吗？会有点痒哦。干净啦！那我们呢？到你们了。拿这些细节，一个窗口，木棍，捏粘土，填充模具，添加窗帘。最后装饰，去看演出吧。
家庭聚餐，用餐愉快，该吃饭了，好吃，真乖，该睡觉了。等等，我忘了面包。你说什么？我爱你，亲爱的。讲故事时间。很久以前，在很远的地方。不好了，来人，需要帮忙吗？准备表演。哦，屏幕后面是木偶剧院。关灯，节目开始了。娃娃公主在城堡里玩得很开心，太棒了，真好看。嘘，看，孩子们睡着了，做个美梦吧。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你好呀，芭比。改变外观。哇哦，芭比要生宝宝了，换衣服吧。很合身。哇哦，我喜欢。更换耳环。哇哦，毛皮外套。一看就很富有。芭比和肯坐在别墅的院子里。宝宝的超声波照片什么时候到？耐心点，亲爱的。上菜，西红柿意大利面。我不吃。我想看宝宝的照片。芭比很紧张，怎么办呢？那蛋糕、汉堡呢？不要，我要看宝宝。想想办法。好的。管家带着照片回来了，给。哦，小家伙，太好了。肯，宝宝在踢我。太好了，他们赶紧去医院，宝宝要出生了。我需要衣服。哦，剩余布料。衣服上都是补丁。戴头巾，拖鞋。他的脸很脏。芭比怀孕了，即使很穷，她还是保持乐观。芭比住在棚子里，这就是她的家。啊，新的一天，起床。啊呜，棚子倒塌了，好吧，赶紧修理。女孩开始工作。嗯，完成。现在是花园，胡萝卜，装满蔬菜的篮子，该做饭了。芭比生火。可以放松一下，做手工艺了。给宝宝做衣服，一针一线。等你哦，宝贝。酸奶盒，覆盖侧面，一块塑料，连接，一个把手，一条毯子。哇哦，小叶子。修剪，做毯子，组装车轮，芭比贴纸，破旧的婴儿车，但是很好用。芭比在花园里，一个苹果，嗯，好吃。哦，宝宝在踢我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开始了，赶紧去医院。他骑上自行车，到了。富有芭比也到了。妈妈们，欢迎来到拉力路医院。芭比来到手术室，拉上窗帘，结束了。这是你的宝宝，祝你好运，谢谢。我需要婴儿车，怎么办呢？芭比在自行车上组装婴儿车。哇哦，我们回家吧。小镜子，取下盖子，用筛子做顶棚，柔软的床垫，一个顶棚，金钱吊坠，富有宝宝的华丽婴儿床。大家都在等芭比回家，房间真漂亮。爸爸妈妈回来了，怎么样？
太美了。大家看见宝宝很开心。我可以抱他吗？当然了。哦，真可爱。是啊，我也觉得。这是什么？普通婴儿床，换一个豪华的。新的婴儿床，超级豪华。芭比仔细检查，完美。哄宝宝睡觉吧。宝宝不喜欢。家长们很担心，扔掉。看看这个，看起来不错。就是这个，太好了，金钱吊坠，呵呵，宝宝很喜欢，幸福的一家。塑料容器，用刀切开，呵呵，树枝，用牙签固定，沐浴海绵，哇哦，好多泡沫，环保的贫穷浴缸。芭比在花园浇花，宝宝一个人玩。我饿了，好吃的苹果，松鼠也饿了，呵呵，战争开始。怎么了？哦，好脏啊，洗个澡吧。芭比拿出小浴缸，舀点河水，完美。来吧，小家伙，好多泡沫。他喜欢和小鸭子一起洗澡，干净的宝贝。椅子有用了，切掉座位，放置容器。给宝宝的豪华便盆。芭比抱着宝宝，怎么了，亲爱的？给我奶瓶，在这里，谢谢。好吃。芭比很开心，但她又哭了。哦，需要便盆，好多便盆。这是管家的建议。这个怎么样？纯金的，不行。这个呢？小家伙不喜欢，换一个。看，女孩不喜欢，管家赶紧换掉。豪华金色便盆，完美。现在小家伙满意了。走吧，亲爱的，剩下的交给管家吧。闪亮的细节，粘侧面，用粉笔做旧，脖子，用线做琴弦。谈游客里里吗？贫穷芭比带着孩子来到现实世界附近，垃圾堆里有东西。哇哦，尤克里里，捡回去，给宝宝弹。宝宝很激动，吸引了一群人。哇哦，他真有才华。大家给芭比钱。哇哦，好多钱。哇哦，好棒的声音，真好听，给你。贫穷芭比浑身都是钱，运气真好。他把钱放在婴儿车里，装不下了，呵呵。小绒球，选几个。毛绒腿，修剪一下，放在盒子里。一只泰迪熊，店里有很多玩具。芭比带着宝宝进来，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我想给孩子买一个玩具，这个已经坏了。哦不，交给我吧。看，不行。泰迪熊呢？好可爱，太棒了，宝宝也很喜欢。给你钱，送给你了，再见。富有芭比带宝宝出来玩。去玩吧，孩子们成为了好朋友，真可爱。对呀，孩子们交换玩具，妈妈们一起聊天。装珠子的盒子，大把手，将透明珠子做成茶壶，很棒的茶具。富有芭比在等客人，准备好了，呵呵。你好，
Hello? 想一起玩吗？你真漂亮。Thank you. 女孩们玩得很开心。我准备了礼物，给孩子们的茶具。真好看。甜点，呵呵，耶！小姑娘们的茶话会。哦，真可爱，你说呢？小女孩们很开心，芭比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哇哦，奇奇蛋，包装有用了，金宝箱，放硬币和鸡蛋。哇哦，变成金色了，剪织物，软垫。确保安全的儿童座椅。汽车商店，贫穷芭比来买东西。我想买车，选好车型就能付钱了。芭比拿出钱，这是钥匙，我有车了，耶！去找芭比。哇哦，好酷的车！朋友很激动。我准备了礼物，拿上来，是儿童安全座椅。太好了，真可爱。管家将宝宝抱进车里，妈妈们要去餐厅了。Bye. 你对我真好，芭比，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他们是真正的朋友。女孩听到垃圾堆里的声音，谁在呢？哦，宝贝，你怎么在这？走吧，这里不安全。拉力路，这是纸板。做一张床，交叉棍子，需要拿什么？是的，画爱心，纸板箱婴儿床。女孩把宝宝带回家，我们到了。后一张纸条，你叫芭比，该洗澡了，倒一些水，好多了，需要一张婴儿床，完美，覆盖报纸，还有一个小玩具，晚安宝贝，希望你健康成长。打扁盒子，描汽车模板，车轮，用牙签连接，添加主体，胶带将做玻璃，准备全速前进。孩子们在公园里玩，嘿。哇哦，太酷了！你是新来的吗？是的。你骑什么？试试我的滑板车吧。我也需要交通工具。他坐了一辆汽车。我来了。我们涂颜色吧。大家拿来喷漆。这辆车真可爱。哇哦，好漂亮呀！谢谢你们，再见。旧报纸，试试看。垃圾袋裙，系麻绳，拿画笔。衣服很脏，但女孩很喜欢。妈妈在院子里做家务。妈妈，你在忙吗？我在洗衣服呢。做什么呢？院子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甘草车是他的婴儿车。妈妈，再快一点。等等，亲爱的。有了。做一个滑滑梯，芭比很开心。真好玩。他真是太活泼了。风干粘土。制作缝纫机，固定在边缘，
插入引针，用海绵做旧，将机器放在支架上，一团线，现在可以做衣服了。妈妈在装饰房子，我买了新的窗帘。妈妈，妈妈，大家都有新衣服，就我没有。休息一下，交给妈妈。一台缝纫机，去哪儿买布料呢？用窗帘吧。做好了，小家伙，醒醒，公主裙。只要你相信，梦想就会成真，真好看。但是窗帘破了，没关系。我爱你，你是最棒的妈妈。剪裁纸张，好酷的图案。收集页面，添加肖像，上面有芭比的名字，作品集。妈妈准备了惊喜，不许偷看，这是哪里呢？哇哦，是照相馆。你摆好姿势吧，做你自己，真棒。好了，这是你的照片。哦，谢谢，再见。看看照片吧。哇哦，真好看。放入你的作品集里，我们一起吧。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人。选择面料，进行测量，缝两半，做裙子，用腰带强调腰部，优雅的连衣裙非常合身。嘈杂的派对，大家聊天，玩得很开心。DJ 的演奏很棒。嘿，吹泡泡吧。我们打球吧。等等，芭比。OK。他到了。哦，是芭比。Hello。芭比，太好了，我们去跳舞吧。哇哦，她真美。哇哦。芭比，你真酷。Thank you。那家伙在看你。他是一名导演。嗨，我是肯，我是芭比，你会是很棒的演员。OK。他们一见钟情。检查印章。粉色泡沫纸，拿环，更多闪光，添加镜子，拿一根吸管，取出笔头，盖上盖子，加品牌，放在收纳盒中。芭比牌美妆，芭比越来越受欢迎，她决定推出自己的美妆品牌。你好，我需要买新的化妆品，这里有各种类型的化妆品。哇哦，看，这是眼影吗？是的，非常好上色。哇哦，试试吧。我喜欢这个妆容，全都要了。感谢购买，顾客越来越多，女孩们喜欢她的化妆品。嘿，我需要换装，试试袖子，缝一条裙子，很棒的晚礼服。附加层，世界小姐，
用水钻装饰连衣裙。太美了。芭比参加世界小姐的选拔，这是选手们，谁会赢呢？这是芭比，哇哦，真漂亮！宣布获胜者，第一名是芭比，恭喜！哦，不会吧？这是你的王冠。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吸管、指甲油、固定麦克风、包裹一条、拉力路电台，这是最火的电台。芭比拿到了第一名，这是你的奖杯。这是我的梦想，梦想终于成真了。好感人的演讲，我要感谢我的妈妈，是她不停地鼓励我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宝贝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芭比成功的秘诀是家人的支持和不懈的努力。